好，我现在看一下他送的这个大奖里面有什么啦。啊，我们会玩大概四五十分钟的这个吧，抽奖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奖品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好，他给了这么多的序号，我先帮他换一个，我换这个有大奖、小奖跟一般奖，我换大的。他在哪里换呢？没写。60等战力85,我这个战力已经是很高了哦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来冲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吧。大哥的这些呢也是哦，已经创造了一个公会，叫做叶问大战哥吉拉。现在哦开放申请啊，大家只要申请的话都可以得到我们的好礼大方中。我把上一次的那个10,000点用完了，我又存了一点。我们一个人，我是今天刚创了，这很正常吧？然后顺便来提升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好了。我们可以去挑战这个困难副本。真的会有人申请了，哇！那申请的人说是咻咻咻咻咻的在跑啊，一下子就几千个人申请了。之后我再来一个一个审核啊。55等都比我高战斗力，我看一下我好友。我们来看一下72等的有多少战斗力啊？28万，人家玩到72等才28万战斗力。你看哦，我现在打这个60等的副本。稍稍的有一点难打，这个有很难打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来去强化自己的装备吧。我才6万，我是8万5，推荐14万。好，我们来强化一下自己装备。我今天呢也是搞了一套这个全身的传奇装备啊。我们来把自己的装备给强化一下，我有1000多个石头啊，每个先强化个加25好了。伤口愈合，我们每一个先给他一个强化25吧，这样子哦，战斗力就可以大幅提升了，怪手不会扣血啊。还会失败的。我今天为了创这个工会，我又除了不知道多少点进去，哇，怎么一直失败啊？想加25都这么困难。好，我们的强化成功率呢是90%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失败的，要看人品的事情。好，把这个装备我都给它强化起来。好，把装备都给他强化起来。没有，这个游戏的钱是很好赚的，你只要每天哦都有上来解任务的话，一天大概是200万左右的收入吧。好，疯狂强化装备了，我们的战斗力呢正在飙升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上面的战斗力量表哦。好吧，这就给他充起来。好，我就先冲到加25吧。你只要每天哦有专心的在解任务的话，一天收入200万哦，没什么问题。只是你的强化石呢会没那么好拿而已。这个强化石哦，也是我囤了很多天了。好，现在哦，我们把这个装备都冲到加25之后呢，战斗力哦就来到9万了，距离刚刚那个72等的人哦也差不多了。再来呢，我们可以再来强化自己的宝石，强化一下自己的宝石啊。
怎么有这么多的垃圾宝石？好，今天哦，目标战斗力20万，今天先把战斗力哦冲到20万就好了，剑力14万哦，我看一下我打这个副本，蛮快的啊，为什么？哦，要冲到28万哦，对啊，怎么样才能冲到28万呢？啊，这里哦可以进阶我们的宠物。知道了，买这个。好，进阶一次可以加800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比较贵一点，我觉得、啊、还是冲上面那个吧。有没有人能认出我？当然有啊，每一次解那个副本的时候，都会有人认出我的。现在升级一下自己的宠物啊，一次加800。台币比战力1:1，刚刚那个就是专吃台币的宠物啊。好了，那乖乖升级装备比较实在一点，你把装备升级到加30吧。对 这他打这个副本打那么久啊，双手愈合吧。哦，终于把这个副本给打通了，来看一下，我们是拿到了一颗星，要看到哪个地方有人要来杀我。我知道了，其实这个游戏呢副本是要大家一起打的，一个人打没那么好打，来，我们跟着别人一起打。这个游戏呢，重点哦，就是在跟别人一起组队，这样子哦，一起练功，一起刷宝哦，才是这个游戏的关键呢。好，我们来。哦，没有可加入的队友，不管怎么，不管怎么的啊，太恐怖了，这里。申请入队，申请入队。申请入队，申请，申请，哎哎，进来啊，进来啊！好，我们就进来这个队伍之后，你看刷副本的速度呢就大幅提升了。怎么样，奥拉斯？奥拉斯，有机会的嘛？你看，有我的加入，这个队伍呢原本都只能拿一颗星的，在我加入之后，瞬间。拿到了3颗星。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4秒钟，5秒钟，6秒钟，7秒钟，8秒钟。冲三回啊！哦，这是刚刚那个人在讲话，是不是？好像好像可以听到别人讲话，哎，之前都听不到。我们来听听战力排行榜第一名的在攻三回。嗯，并不想跟我们废话。这个游戏呢是可以开动、开启这个语音留言功能的、啊。刚刚这个浑厚的声音呢，想必哦，他一定是个土豪。他106万的战斗力，就多我一个零而已。你看我们刷副本的速度、哦、多么的快速啊，瞬间就把那个副本给对了，53秒钟刷一个副本、嗯、可以拿个道具，我觉得先冲自己的装备吧，一定是装备不够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全身的装备冲到加30哦，等等来去参加那个活动好了。今天下午的时候是有一个活动可以参加的。好，突破10万了。
我换高等一点的装备啊、哦，我这个装备是黄金的，它这个金色的装备呢，基本上可以让你哦穿到满等都没有问题啦，除非你后面要打到更好的。哎，这个装备好像是打不到的，只能用做出来的。真的不管了，进去先出十万啊，你不用出那么多，这位朋友，你真的不用出那么多，你只要出个1000块左右，就包准你玩到爽了。我打到现在也就出了1000块，就可以看到我的战斗力是如此的强力。因为这个50的装备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60的装备啊。60等的装备都比不上这个了。我在哪一区哦？我在二区哦。啊，我们现在发个序号啦！来，各位观众，然后现在登录游戏哦，输入 God 的这个序号，真的好礼大方送啊！虽然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先来个几组吧。大家自己拿，想要的自己拿。我序号还没用啊，我都是留给各位的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把它用光光呢？一人一个序号，一人一个序号啊！大家自己拿，聊天室一人一个，刚刚好吧？这是有很多组的这个需要在的，大家一自己拿好，自己拿好，自己拿好自己想要的那一份啊！它是有自动分隔的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自己看都有自动分隔的。你们只要看到那个分隔就知道那是一串一串的序号了。我现在看报警能力也增加了，我来看看今天下午呢有一个今天下午的是什么活动啊，好像是恶魔来袭吧。哦，恶魔来袭哦，已经开放了，还有33分钟可以玩，我们过去那个恶魔来袭好了。啊，剩下的我就留给我们工会的人啦、啊。大家记得赶快上线来申请 God 这些的工会哦。哎、欸，我不小心把游戏关掉了。重登，重登。哇，我要退队，怎么把游戏给关掉了？太北蓝了吧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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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退队退队！好，来去解我们自己的任务了。离开队伍，这一群人哦，战斗力都是渣渣。还有一节我们的限时活动啊，恶魔来袭单人活动。好啦，我们先送一个大的好不好？我们先送一个，来各位观众来捡一个大的序号吧。啊，大的序号呢是长这么个样子的，那我们送你们自己拿、啊。里面呢价值新台币2000块啊。哦、我们可以来玩这个恶魔来袭哦，这是一个每周24的时候可以玩的吧，24、6吧。好，我们已经匹配到一个玩家，获胜条件：人类在存活到游戏结束时消灭所有恶魔哦。所以会有人是恶魔，有人是人类是吧？让我试试啊！你们都顶了是吧？
哦，都被领走了。好了，再来个一组啦，来我一组发。啊，这个都是特别小的奖励。好，人类有两个，恶魔有四个，我来看看啊、哦，我是啥东东？我是人类吧。如果我们是人类的话，嗯，好像死了一个队友。好，我身为一个人类哦，我决定力战群雄。各位人类最后希望就是我了。人类只要能够坚持到这个游戏最后一秒哦，就算是胜利了。躲猫猫是吧？我特别会玩啊。哎，支援人类！我来了，六十等的 God JJ 来了，卖照。好，我们 K 大有。哎，我被打到，不错起来。哎，快救我啊！快救我啊！别卡住了。哎，快救我啊！我动不了了。好，我们杀伤力还是挺高的。隔壁那个打一下五十滴是什么鬼啊？我看一下啊，他真的打一下五十滴吗？他打一下十二滴。有这个队友，我也是醉了，快跑！哇，你不要 ，K 我一下两万。别快跑快跑，应该追不到我了，应该追不到我了。哇哇啊！拿到一本福音书，我看他的福音书可以换什么东西啊？好，福音书如果抽集了16个，我们就可以换新闻石。再一场。没有，刚刚正是隔壁那个太烂了，打一下十二滴是什么鬼啊？我不是超级台战，我是只除了1000块的普通的朋友，而且我刚刚还没有把身上的装备给强化完呢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要下载游戏，记得要点 God JJ 的下载连结，救 God JJ。要是这一场啊，让我排到恶魔，我就赢定了。太好了，我可是60等的大大。好，排到了60 60 58 60 58。好，我们是怎么又是人类啊？一开始大家都是，哎呦，我是恶魔，漂亮！各位观众，恶魔已经赢了。哈呀呀呀呀！屌打、啊，不好意思，恶魔也太强了吧！哎呀，秒杀！实力差距太大了吧？瞬间爆炸！哇，一次只有一本哎、欸，一次只有一本也太北蓝了吧？要16本才能换一个东西，只能再打一次了，一天只能打三场而已。不错啊，恶魔也太强了吧，恶魔光 A 过来你就死了，战斗力真的差太多了。旁边的聊天室坏掉了，卡住了是吧？我把它移到另外一边好了。好，把它放在这个地方。聊天室静止啊，聊天室可能卡住了吧。好，算了，聊天室先放着。
然后这一场呢，我们来，哇，哎，国王不会输哦，哇，我这个战斗力，哎，救我啊，我队友嘞，哎，我队友嘞，哇，我被关起来了，哎呦，残忍，出大事，出大事啊！卖招卖招！叮叮叮叮叮！这个人类就是这个玩人类的，就是要一直跑吧。哇，这个人得到了这个游戏的精髓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恶魔一定啊，他被关起来了，他一刀他就带线。好，又得到了一本。啊，这样子哦，就把今天的那个每日活动哦都给他打完了，我们还得到了工会红包，可以在尬的这天的工会发送红包。直接把他关起来打，哎，好，还是去解我们的困难副本吧。人类根本没有办法赢啊，这人类要怎么赢啊？好，现在让我们只要参与这个翅膀转盘哦，就可以得到烈焰翅膀。烈焰翅膀啊，抽个十次啊，很好，没抽到，再抽一次，再抽一次，再抽一次，等一下，我知道，先组队跟人进副本再说。怎么都没有可以匹配的队伍啊，我就想打个副本啊，快收我啊。好，进来了，我们进来了一队这个战力只有140,000的，算了，应该也没事吧。再来抽奖一下吧，他们都自己开团出去了。好，我今天一定要抽到这个烈焰之翼，我的翅膀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。聊天室举起你们的双手，把你们的运气统统分享给我。啊，看来要按十连抽啊。哎，哦，再来一次。哦，还是没有。再抽一次，再抽一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上的烈焰之羽哦，够不够换呢？烈焰之羽呢，你只要数量够了，也是可以把它换掉的。我这边都在一边刷副本，所以它会有那个。我看一下多少可以换，只要凑满40个，刚刚那个小羽毛，我就可以换一个大的。哦，我好像没体力了，不能刷这个。我有没有体力啊？换不了啊！
想看有啥东西可以买好了。然后这边呢有超级喇叭改名卡，哦，贵族大礼包，原价是，原价竟然要4010，原价4010是什么鬼？啊，被送来啊，这款是进化石。人家4010是什么鬼啊？那他什么时候才会变成原价呢？他什么时候才会变成原价呢？好，我们钱就变多了。好，钱变多了，就是我们来升级技能的时候了。把这两个技能的话升一升。这个游戏的钱哦，是喷得非常快的。虽然我刚好300多万，但是按一按哦，也快用完了。人家是打一折好吗？打一折，当然差得多啊！你出去外面吃这个牛肉面打一折，原价200块，都变20块了。要是打一折，我每天都能吃米其林五星的餐了。好，刚刚我们拿到了这个新神遗之血啊，是可以拿来升级坐骑的。他这个战力跟财力比哦，是1:1的。先来升一下啊，922。好，再来两个。这怎么退队啊？哇，怎么剩我一个在打？不要这样啊！我们找这个人比较多的，他们比较不容易解散队伍。不想让我加入队伍，没事，我去那个另外一个副本。我去40等的啊，40等的马上要进去了。现在哦，玩家平均等级没有那么高，有一些都还在刷40等的吧。我已经算是了这个游戏的巅峰等级的，各位观众。40了一下就进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当前伺服器平均等级77等。差不多啊。那这里40等的是。好，先打开我们的贵族礼包吧，加100万。我也算是巅峰了，60跟77是差不多了，好吗？没有，他们是先玩的啦，我比较晚才开始玩哦。我觉得玩这种游戏重点还是在抽奖啊，我们再去抽拉霸机好了，拉霸机可以抽到。天空之雨啊！今天能过的活动好像都把它过完了。啊，再解一下每日答题任务好了。每日答题任务的话呢，可以帮你哦增加一丢丢的经验值跟一丢丢的钱。但是呢，这个问题哦，问的还是挺有水准的，你要相当的聪明才能拿得到连子。长胡子的羊是山羊还是公羊？山羊不长胡子。水象星座天蝎座。哪个时间不能参与先锋对决？礼拜四，哪个恒星距离地球最近？我知道，各位观众，虽然我地理的成绩不是很好，但是哦，这个地球科学我还是学得很好的。女武神玛格丽特，哎呀，这简单啦，正义之心。决斗场啊，27等就开放了。地表最强老爸，汤姆
克鲁斯，不对。这一题比较简单，给各位这一题就交给各位吧。啊，汤姆克鲁斯嘛，简单简单啦、啊。多少级开放式？40等就能收。哦，21级可以当徒弟啦。啊，13行文化啊，这还不简单，淡水啊。今日题目已答完，获得了12408块。这个12408块呢，基本上是用不到的，因为这游戏没有价值10000的东西。这游戏的东西是以100000在计的，所以10000是没啥用的。我来进化一下我可爱的宠物好了。每进化一次哦，它可以增加180。180的战力。好，今天战力200000哦，真的不是梦哎。大家，我的宠物可不可爱呀、啊？我的仓库还有很多宠物呢，战宠背包没有多余的位置。我以前考试哦，基本上都是100吧。地理啊，这种简单的要死。我们来修改一下自己的资讯好了，我住在……看我们修改自己的资讯了。哦，这边是改名字了。给我修改自己的资讯了，我不能搬家哎。好呗，不给搬家。新加坡、香港，哎呦，那个哪，那个跟地理哪有关系？那是地球科学吧？我现在距离下一个称号看起来有点遥远呢，被膜拜。被膜拜个十百千万十万次，如果我被膜拜了十万次哦，就可以加96的攻击力呢。哦，谁快来膜拜我！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钱哦都花在技能上面好了，也没什么。没什么其他可以点的东西了。啊，技能全满了。现在我们把技能全部升满之后，总战斗力还是100000。嗯，嘟嘟嘟嘟。我的战斗力怎么都提升不起来啊！第一名的100万战斗力，100万的战斗力啊！然后如果提升装备的话，大概就那个样子吧。我们这一次来改提升宝石好了。然后我们来合成一下自己的这个防御宝石。然后看一下这样战斗力会不会提升的比较快。嗯，好像也还好。谢谢伊德利亚亚安安，恭喜你下班喽！算了，我觉得还是升装备是最快的吧，我们还是乖乖的升装备吧。我现在的宝石没有很好哎，我们乖乖的把这个强化石给用一用。好，先把全身的装备冲到加35。成功率78%，连续失败3次。
是有点神秘的。宝石共鸣哦，他已经开始共鸣了，你只要放上哦，全部都是同等级，就是这个我目前呢都是两级以上的宝石哦，它就会产生那个两级的共鸣啊，可以加额外的属性。哇塞，70%都能失败，哦，没金币了。有金币的话呢，我们就该去外面哦，寻找金币了。去外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参加无尽之塔，或者去钓鱼或藏宝箱哦，都可以。要不起来。我看一下金币是多少比多少啊？240个钻石可以换三个金币包。睡觉。哎，金币包该吹嘞！金币，啊，金币包在这里。好，金币包，我们三个等下开下去哦，得到了，哇哇！这有30多万金币啊！贵族包，贵族包已经不能再买了，哇，也太少了吧，30多万，我破产啦、啊！贵族包已经买不起了，如果我想再买一个贵族包，那我必须升到贵族七，贵族等级不够，我们来看看还差多少。哦，我捡到了一只宠物，好爽。哦，如果我现在再存2860个钻石，我就可以成为贵族七耶！尬的 JJ 心动动，再差2000多个钻石哦。现在钻石跟这个台币是1:4啊，也就是再出715块钱，我们就是贵族七等。哎，刚好还有捡到钱了，我看一下，我刚刚呢这边又拿到了一点钱，有点心动动哎。工会红包好多、哦。这个游戏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拿到钻石啊，所以请看我这边哦，有一个叫做工会红包的东西，我可以在工会频道发放100钻石的红包啊，只要大家哦互相发的话，那个钻石哦是用都用不了的、啊。用都用不完的、啊，再差700而已，700，我再吃一个月的泡面就可以嘞。先充装备了，管他的，不管怎样，先充装备就对了。很好，金钱归零。好，打完这个本，我们来去刷无尽之塔了。来看刷无尽之塔，至少钱会比较多一点。在这边是没有金钱的。阿神男男，150万钻石等于1000台币哦。这个在骗人啊，千万不要相信这一种诈骗啊。我上次玩那个游戏王也是一直在什么几千台币换几十万的那个宝石，哇，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拿到的、欸、玩游戏就是要找到自己可以享受的方法好吗？像我最喜欢的就是把这个装备冲到100，我一定要把这个装备冲到100。
那种都用黑卡，黑卡是啥意思啊？好，把这个副本给刷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那个是不是你跟他买了之后你就 GG 啊？你账号就死了、啊？那个游戏网在卖宝石的是天天都在说哎、欸，哇，我来打这个四十本的副本，真的是切豆腐一样简单啊！摸一下那个副本的怪就死了。大家请看我这个伤害，看一下伤害表。他会先骗你存个几千哦，说尬。看一下我的伤害表，擦汗伤害统计。哎，这两个真的是杂鱼啊！我要离开这个队伍了，跟这两个杂鱼打没意思啊。好，我们可以先去拉霸，来去拉霸好了，转转看拉霸，看看拉霸里面有什么。噔噔噔噔噔，聊天室有用 GAD JJ， 有用 GAD JJ 王子下载的加一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哦，这边拉霸哦，好拉一下。哦，一定有东西。好，我们得到的是三层，三颗，三颗。为什么不用红包啊？我觉得等等再用。哦，一个。一个，这是不是在搞我啊？啊，这个东西很重要，这个是可以喝传奇装备。两个，是因为我没有加注啊。一个，附魔之城一个，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拿吗？这个是在路边都能捡到的东西。不爽啊，我要直接。我直接塞六个下去，然后这样我可以拿到六份的奖励，六倍是吧？哦哦，三十六个哎，啊，这样也没有。嗯，我要两倍，我要两倍，这个机器真的不简单啊 ，all in 了，进阶十六个。看一下我身上进阶石有几个，哎，好，我的进阶石，哎，哦，在这里溜溜，哎，进阶石，哎，啊，我的进阶石，哎，被他吃掉了，进阶石跑哪去了？进阶石，哎。不是吧，来把我进阶石给拿走哎、欸、我进阶石哦，进阶石好像在这里，是不是？这是进化石，这是神遗之血啊，进阶石哎、欸、进阶石跑哪去啊？他会进阶石嘞、欸、我们来去打无尽之塔，真无言，我的进阶石子曰进阶石不见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可以拿到第一名的话，可以得到一个爬塔勇者一天，攻击加64，贼猛啊！好，我可以卡60等，然后不断的拿这个爬塔勇者的称号。好，我们先来爬一下，看一下。信封里面啊，信封没给啊，没给啊。进阶石是用在什么地方啊？好，我们先杀了第一层，六秒过了第一层。现在最强的是，哦，使用骰子决定。好，我们先免费骰一下，前进三层。进阶石在战宠背包，说啥？现在第一名呢是爬到100层。我摸一下这怪兽就死了吧。
爬这些低楼层哦，真的是快速啊。前进三层，第七层了，看来打到第一百层了，也不用多久。这个最佳记录他都不写几秒的，我们又前进三层了。好，强敌来袭，这个游戏呢是每十层哦就有一个 boss， 我们来看第十层的这个 boss 呢，就是哦其他的玩家变成的角色啊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之间有的那个财力的差距，直接把他打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到第十一层哦，怪物也才29级耶。第十二层也没什么困难的，看来一路往上爬哦都没啥难度了。它是不是有限制时间啊？为什么上次好像是时间到了被传送出去了？好，我们剩余时间哦还有56秒，56秒啊，16秒可以爬几层？哇，要打到100层了，什么时候可以打到100层呢？欸，我没有办法秒掉这里的怪。好，每一层呢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来解决它们。欸，怪是不是变硬啦？好，在这一层呢我们需要14秒钟过了。啊，这边也是鸵鸟，别挡路了鸵鸟，我要上100层啊。啊，这鸵鸟还不错嘛，可以撑10秒。哎，强敌来袭，真的强敌啊，好强哦。又把他给打死了。看来我们怼这个是挺快的。第99层的楼主每十秒回600 HP， 每十秒回600 HP 也太少了。这位朋友，你有看到我每打一下多少？每打一下是好几万呢。各位观众，趁现在赶快点尬的这个连结哦，进来我们的公会啊！我要把这个续宝给发一发了，续宝太多了。但我不知道去哪里，我先领一个好了。我要先找到领虚宝的那个地方。哎，越打越慢嘞！哇，这一层要20秒嘞！获得火焰之力啊，火焰之力有按一下可以扫场哦。最后一层再用。啵比吧，啵啵比吧。然后我现在声望了175，这个宝石要3888，还是特价哎，哇，打8折，真便宜呀！好像没什么可以买的，我们就把一些宝石把它给买一买吧。啊，各位有没有刚刚我抽到的那个附魔之城一个
一个就是一颗钻石，一颗钻石是多少钱呢？0.25块台币。我刚刚抽那个拉霸，竟然会抽到价值0.25块台币的东西，也太扯了吧！嗯，很好，这一个部分啊、哦，这个无限之塔，那一层楼也才20秒，我觉得打到30-40层楼都不是啥问题啊。叶问打哥吉拉谁会赢？我觉得叶问会赢吧，叶问会把他抓起来怼啊，让哥吉拉完全没有机会可以使用他的喷射白光。然后第二次层呢，又有一个玩家。这一个玩家撑得了我10秒，就算他厉害了。本来不想用这招的，火焰之力，火焰之力，嗯，为啥他回血那么快呢？哇，他回血太快了吧？不是吧？哦，加5秒要1000块钱，加5秒，一天只能买一次哦。时间到了，再给我加500个5秒，我都打不死他哎。领奖。嗯，好像打不死他。哦，至少我们打到了一个装备啊，很好。刚刚这个进阶石原来是在这里啊，好，进阶石哦是拿来进阶这一个善宠的装备的。我们就把它给进阶吧，一次要5个，so god，这个战斗力提升的量看起来并不是很多、啊，看来这个没啥用哎、啊。哦，就让它挂着去刷副本嘛，去刷副本喽！好，我们接下来我就要来去刷副本了，就放着让它刷副本，打再打一场英雄联盟，准备要来去加分啊。嗯，就放着他吧。我已经没有 VIP 12哦，我好想冲 VIP 7哦。要是有 VIP 7，世界都不一样了。警告，警告！财力不足，等一晚了，我还想要先去吃饭，还是打一场英雄联盟？大家觉得要先打啥？打一场英雄联盟好了，来吧，来一场英雄联盟吧。